登輝控股好榮幸獲得 AM730、PR Asia 同埋鳳凰港股頒發傑出上市公司大獎2020。今次獲獎對集團優質嘅企業管治理念係一個重大嘅肯定。登輝喺2019年10月喺香港聯交所主板正式上市，上市以嚟一直致力發展業務，傑出嘅表現喺行裏邊有目共睹。呢啲都係全賴集團所有嘅同事上下一心。今次能夠獲獎，集團所有嘅同事都感到非常鼓舞。喺未來，我哋會繼續發揮集團嘅行業優勢，為我哋嘅客户提供優質嘅產品同埋服務。登輝以先進產品見稱，我哋嘅產品暢銷全世界，超過30多個國家同埋地區。產品嘅種類主要包括衣物護理產品同埋煮食電器。我哋嘅產品一直走喺時代嘅尖端，喺產品性能同埋設計方面不斷改進，加上我哋有完善嘅品質控制同埋提供優質嘅服務，使我哋一直深受客户嘅支持。登輝嘅生產基地設喺惠州，是粵港澳大灣區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成員，當地有完善的物流和供應鏈配套，我們擁有優越的研發團隊，受惠於大灣區的概念，我們在吸納人才方面都有不錯的表現。展望未來，登輝將會持續提升我們的競爭力，把握居家經濟和物聯網所帶來的市場機遇，加強產品研發和開拓新市場，發揮公司的潛力，為我們的投資者、股東、員工和支持者創造最大的價值。